打篮中，我是打篮中啦，是打篮中，打大炮或举球，举球员，我打的是举球位，他是打举球的位置，大炮，打大炮，大炮吧，副攻，我觉得自由最辛苦了，因为要把球接得很好，举球的人才能举得好，攻击才会到位啊，可是通常如果一传不好的话，可能接下来的动作就很难处理了，自由球员吧，因为要。整个后半场都要去救啊！举球啊，因为要举给各种位置比较困难，要练习很多次。举球吧，因为篮中最不擅长的就是举球了。举球，因为每次接分他都要负责修正，跑来跑去啊。我觉得是举球员吧，因为他是要 hold 住整个全场，然后要指挥这个球队该怎么打。觉得举球手，然后可能要知道大家。喜欢的球路，或是在外面打 play 也是可以，要配合大家调整。应该举球员吧，因为要配合别人啊，因为他要想吧。我觉得举球很困难，虽然其他也觉得蛮困难，因为我没有去打其他的位置。我就是打举球的，负责把球送给攻击手，然后帮助球队得分。就是可能就算不好的球，他要努力修正，这样就是压力会有点大。我觉得举球最难。因为举球要去配合所有的攻击手想要打的球或是球路，然后一个队上就是举球要很好，才会有办法，就是这个球队才会很容易进步。不会，因为很困难，还是打好篮中就好了。会啊，就是会针对比较弱的地方做尝试啊。不太会，因为我接球比较不好一点，所以就可能偏向举球。有啊，我有尝试想要打打看举球位。如果把球举得好，让攻击手能打出一个漂亮球，其实自己蛮有成就的。也会，就是跟自己熟悉的队友搭配的时候，其实也蛮有趣的。应该不会，练得有点辛苦，然后练很久，那有点难练。会，但是目前还不太行。会，就努力去尝试。辛苦你们要举给各种篮中、贝克还有大炮，真是辛苦了。哦，就你们太厉害了，太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辛苦了，我都会负责接分给你的。谢谢他们忍受我们不好的一传。举球员的部分，我觉得他们拇指的部分比较容易受伤，要多注意自己的运动伤害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场上最辛苦，然后最重要的位置，辛苦举球员。大家加油，好好举出很棒球，然后攻击手要给力点。举球员一直是我很崇拜的一个位置，像那个黄培宏就是，他们真是太厉害了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谢谢你们每次都送好球给我们打，那帮助球队得分，这样谢谢你们。